团圈口28日举办恋爱限定发片记者会，现场带来劲歌热舞外，还示范教学舞步，大家快跟着做。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荡秋千。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荡秋千。不如要洗手，洗洗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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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心带回家。不准你想歪，这动作很健康的。好人缘的圈口发片也有许多演艺圈前辈献上祝福，像是吴宗宪、黄子佼、萧亚轩，还有王大陆呢。我们是高中大学有玩在一起的朋友这样，所以很开心看到他现在这么有成就。既然是认识这么久的好友，那快偷偷来爆料王大陆私下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他其实私下是一个蛮促膝长谈的人，他其实都会非常严谨，当然他会，他就非常严谨的说，我要是很多事情你不用太急，很多事情就是一个机会，你就努力的去把握每一次机会这样。他其实私下蛮像一个大哥哥跟爸爸的感觉，他其实是会说教的。好难想象啊，